就他整天说话，他从小到大就是说话中间长大的，所以他已经说惯了，他胡说八道他都可以说。然后呢，其实我还有点兴趣，因为我有点小虚荣，我觉得主持挺好的，露脸，然后天天露脸。但是在锅里分，所以实际上呢，没有能够跟直接把那个人民币跟美国人之间来交易。对，所以你看，行动和跟这个行动对应的行动家，就等于后面的职业，他跟你学什么没关系。你要真的读了150份菜谱，我跟你说，你真的不是一般的。我 NBA 挡的都没你好看。现在这个时代啊。最棒的妈妈是被女儿看作姐姐的妈妈，最棒的爸爸是被儿子看作哥哥的爸爸，那最棒的爷爷居然被孙子看作是哥哥，那这爷们儿就很有竞争力了哈。所以我们家里面特别调皮的孩子，我们家里面还有很多哥哥姐姐都被收拾得老老实实的。我这属于比较老调皮，调皮的结果是我妈每天都打我，那我就比较顽强，你打归打，咱调皮归调皮，所以他就比较成才。他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调查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所以以后不管我现在做的什么样的事，前提在于是我是一个优秀的咨询专家，所以我在把我咨询领域的资源和我的经验用来无论是做主持节目、写书、教课、做论坛什么，这些东西是我在那个领域中间立起来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个领域中间来运用。其实我小时候所有计划的这些事，现在我基本都实现了。沈阳之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袁月。各位同学，晚上好。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这里是头脑风暴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袁月啊。